有姐姐快来，有姐姐快来哦，我有问题要请教你耶。什么事啊小皮，叫得那么急？刚刚在看这些书，有好多问题想请教你耶。哦，跟研究鱼儿啊还很用功嘛，你呀总算有点长进了，有什么问题快问吧。你看你刘姐姐，你又在求我了。好吗好吗，我不求你了，你赶快问吧。那我问你啊，你对鱼类认识有多少呢？一些基本的常识我应该都知道啊。嘿嘿嘿，不见得哦。我啊，看你认识的可能很有限哦。哎，小皮，你这哪是在问问题啊？你啊，好像在找我麻烦哦。哎呦，我哪敢呐，刘大博士，我只是想和你一起研究问题啦。你呀、你这个小坏蛋，心里头啊不知道又打什么鬼主意了。老实说吧，你呀、是想把我考倒对不对啊？哈哈哈，知小皮子莫若刘姐姐是也。今天啊，我啊这次想和你讨教讨教有关于鱼类的问题哟。哎呦，有备而来的哦。好啊，那你就放马过来吧。哦，那我小皮就要请刘姐姐接招咯。好啊，稍等一会儿，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鱼类大对谈咯。小皮，如果你想问问题，你就开始问吧。好啊，我们就从最简单的问题问吧，说不定你还会答错呢。你猜猜看，鱼儿是在哪里活动的？哎呀，这个还用问？鱼儿当然是在水中活动的，这是因为鱼儿的呼吸器官是鳃，而用鳃呼吸必须要在水中进行啊。它们要用嘴巴吸水吸进鳃中，进行气体的交换，再从鳃裂把水排出去，所以鱼儿一定要活在水中才能呼吸，也才能够活下去的。这不见得哦。像我啊就知道有一种生活在河口泥地上的弹涂鱼，它们就喜欢离开水面到泥巴地上爬来又爬去呢，有时候甚至于会像只泥猴子一样爬上小树呢。所以你怎么能说鱼儿一定都是生活在水中的呢？不对不对，这是例外。这是因为弹涂鱼在它鳃内的皮肤上密布着毛细血管与动脉相通，所以啊它才能利用这个构造在陆地上呼吸啊，而绝大部分的鱼可没有这个构造哦。不管不管，错了错了就要承认，不可以赖皮。接下来我还要问你其他的问题呢。我请问你，鱼鳍是用来做什么的？你呀、又想让我上当是不是？首先啊，我先说出鱼鳍正常的功能吧。鱼儿的鳍功能很多的哦，例如背鳍可以用来保持身体的平衡与运动，尾鳍呢则可以用来摆动，产生向前的推动力，而胸鳍可以当作方向盘变换方向，或是当作刹车。至于腹鳍呢，它的主要作用是用来平衡胸鳍刹车时所造成的颠簸，
这就是一般鱼儿它们鳍的功能啊。那鱼鳍还会有其他的功能吗？大概有吧，不过啊，我好像不知道哎。哈呵呵，书读的不够多嘛，让我告诉你好了。有些鱼的鳍会变成鳍盘，你知道吗？当然知道啦，你还真以为我不知道啊？现在啊，我就讲给你听吧。弹涂鱼为了要能登上陆地活动，所以它的腹鳍就特化成为吸盘，如此它才能够轻易地爬到树上躲避敌害，而不会被风一吹就掉下来啦。另一种生活在潮间带的鱼虾虎，也和它们一样拥有一个吸盘，能够牢牢地把自己吸在石头上，这样子在遇上涨潮或是退潮的大浪时，也不会被卷到海中，仍然能够在潮汐中自由地活动。对了，还有一种硬鱼，它也有一个吸盘哦，不过呢，不是从腹鳍演化出来的，而是由背鳍特化而成哦。它们啊，就是靠着这个吸盘吸在大鱼身上，这样子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随着大鱼遨游四海，享尽旅游的乐趣呢。哇，一口气说了那么多，我想说的都给你说完了。你算了吧，其实啊，鱼鳍还有许多非常奇怪的功能，你知道吗？我当然知道啦。不过我不告诉你。你又来了，你不告诉我啊，让我告诉你好了。你知道吗，有一种长相非常非常怪的地鱼，它的胸鳍基部演化得非常粗壮，就好像一双脚一样，能够用它在海底的石头上走路呢。不过这种脚是很难买到鞋子的。它们之所以会演化出这种器官，主要是因为地鱼是一种底栖鱼类，它常会利用这双怪鳍在珊瑚礁或是海藻上匍匐活动，偷偷地接近猎物，久而久之就演变成具有脚的功能啦。在它捕食时，它的体色会随着环境而改变，再加上皮肤上凹凸不平，密生了不少疙瘩状的肉瘤，就像一块礁石一样，很难会被猎物发现的哦。所以啊，当它们用鳍足悄悄地接近猎物时，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发动攻击，一举成擒，饱餐一顿呢。可见啊，这双鳍足是太有用了哦。你说这种鳍足有什么稀奇啊？我们刚才看过的弹涂鱼不也是有着一双可以用来在陆地上爬行的胸鳍，它们也就是靠着它在岸上找寻食物，追逐玩耍，甚至逃避白鹭鳍的攻击呢。所以说啊，这种鳍足一点都不稀奇，没什么好讨论的啦。哈，哼，你觉得这个不稀奇？好啊，那你啊就说一个稀奇一点的东西给大家听听吧。嘿嘿嘿，我早就准备好了。呵呵，刘姐姐，我讲一个鳍上有毒刺的刷子鱼。什么刷子鱼啊？没听过哎。你说的一定是狮子鱼啦。对对对，是狮子鱼。哎，你怎么会知道啊？这种刷子鱼，不，是狮子鱼。它们的背鳍、胸鳍长得特别长，而且鳍皮上面都与毒腺相连。在平常时，它们喜欢把腹部紧贴在礁石上，然后背鳍和胸鳍撑开，就像是自卫一样。谁要是碰到了它们的鳍皮，马上就会中毒，让人疼痛不堪。所以说，这种鱼鳍是刷子鱼，是狮子鱼最好的自卫武器呢。
用竹棘来自慰的鱼太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例如一种喜欢趴在石头上的石头鱼，它们的鳍上也长有竹棘哦。哪个像你一样心粗眼睛小的人，走在水中啊，把它当作是石头，而往它身上一踩，包准三天不能穿鞋呢。另外啊，还有一种小丑炮弹鱼，它的第一背鳍上长有三个硬棘哦，而这三个硬棘有皮膜相连，当它们遇到危险时，它就会先钻进洞中，然后啊，把最长的第一硬棘竖起来，牢牢地卡在岩壁上，任谁啊有再大的力气也别想把它拉出来呢。它啊，就是靠着这套定身术救活过自己好几次小命呢。怎么样啊，小皮，这些鱼的鳍上还有这些怪招，你不知道吧？哼，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哼，你还不是一样有不知道的东西呀？是啊，不过啊，我知道的东西就是比你多那么一点点啊。哼，我才不认输呢，我就不相信问不倒你。我们继续来吧。好啊，你就再次放马过来吧，看看啊是谁怕谁啊。好啊，我研究研究，待会儿就好好的考考你。刘姐姐，刚刚我们谈了鱼鳍，现在来谈谈鱼鳞吧。啊，鱼鳞我最熟了，要不要我先讲给你听啊？可以呀、说的越多，破绽越多，嘿，就让我听听你怎么说。鱼鳞啊，是鱼类的保护器官哦。一般的鱼鳞都是薄鳞，既薄又透明的，保护着鱼皮，防止它受到外来的伤害。所以说啦，鱼鳞啊是鱼类不可缺少的护具哦。哈哈哈，有问题，有问题。据我所知啊，海鳗身上就没有鱼鳞，对不对？嘿嘿，你还说鱼一定有鳞，错啦错啦，哈哈哈。那不算，那是例外啊。因为鳗鱼生活在洞中，如果它身上长有鳞片，一进一出的必定很不方便。因此啊，经过长期的演化之后，它们身上原有的鳞片都退化了，而改变为利用坚韧的皮以及分泌厚厚的黏液来保护自己。这样子它进出洞口才不会被刮伤啊。而除了鳗鱼之外，还有一些鱼也是没有鳞片的哦，像斑马鲔，它喜欢在礁石间穿梭，所以啊，有鳞不如没鳞好，行动起来才能方便自在呢。但是它们都是特例啊，而且啊，原来都有长鳞，只是后来退化了而已，你怎么可以说我答得不对呢？不管不管，你赖皮。你才赖皮呢。好啦，算我输了。那换我考考你吧。你看你的大鲨鱼有没有鳞啊？让我想一想啊。大鲨鱼，大海怪，哼，我看大鲨鱼身上滑溜溜的，应该是没有鳞吧。那你就错了，大鲨鱼身上还是有鳞的，它的鳞非常非常的小，小到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见，而这种鳞叫做盾鳞，现在你该知道了吧？那大海怪有没有鳞呢？小皮，拜托，哪来的大海怪啊？哈哈，上当喽，开个玩笑嘛。哼，算你常识丰富。那接下来，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鱼儿身上会长有哪些奇怪的鳞呢？如果啊你不捣蛋，我就告诉你。有些鱼的鱼鳞会演化成骨板状，像盔甲一样的保护自己哦。例如海豚，它全身硬邦邦的，只有鳍和嘴巴能动，所以啊有别的鱼想打它的主意，它可是一点都不怕呢。同样的，还有另一种鲨鱼，它们全身也是披了一些鳞片所演化成的骨板，而且在骨板旁边还长了锯齿哦，尤其是肚子的部分，锯齿更是锋利，就像超级小刀一样，厉害得很呢。然而，虽然有着层层的保护，它仍旧不放心哦，它还常常喜欢头下尾上的钻到海胆的刺中间，接受海胆的力气保护哦。这样子双重的防卫，谁还敢动它一根汗毛呢？鲨鱼啊，真是胆小鬼！哼，小心的过度喽。是啊，不过啊，在弱肉强食的生物世界里，还是要越小心越好啊。看完了鲨鱼之后，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认识认识一些利用鳍刺保护自己的河豚和蓝倒吊哦。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满身是刺的河豚吧。哦，没想到扁扁的鳞片还会演变成尖尖的刺，真奇怪啊。是啊，河豚身上的利刺就是由鳞片演化而来的啊。平常它的刺会平贴在身上，可是当它受到惊吓时，它就会吞水或是吸空气注入气囊中，使身体胀大两倍，刺就会随着表皮撑开而直立起来哦，好像一只胖刺猬一样，让敌人没法下手进攻呢。这招厉害，那倒吊又有什么好功夫呢？我看他身上好像都没刺，大概也耍不出什么花样吧。你错了，他的刺不是长在身上，而是长在尾巴上哦。它尾巴上的刺也是由鱼鳞变成的，平常会藏在沟窍里头，一旦遇到危险时，这刺啊就会出现咯。就是有这根刺又有什么用呢？这你就不知道啦，这根刺啊奇力无比哦，就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样的力，而且啊还和毒腺相连，如果一不小心被刺到了，轻则麻痹，重者啊可以致命的哦，你说可不可怕呢？可怕可怕，没想到还有这些怪鱼，长着这些怪鳞，真吓人耶。是啊，这回啊总是让你开了眼睛吧。这些鱼啊可怕是可怕，可是我还是觉得不够怪耶。你呀、真是难缠，就是不服输。好吧，你说你要怎么样的怪鱼你才觉得怪呢？至少啊要像大海怪一样的怪鱼我才会觉得怪哦。你呀真受不了你，幻想症又犯了。这样好了，我再介绍几种怪鱼让你瞧瞧吧，如果啊你还不觉得怪，那我也没有办法咯。好啊，那你就说出来听听看吧。这样好了，我们先来认识这种比目鱼吧。诶，在哪里在哪里呀、你大眼睛啊就在眼前啦。比目鱼是化妆高手，体色会随着环境改变，难怪粗心大意的你找不着啊。不过它怪不是怪在这里哦，而是它的眼睛是长在身体的同一边，你说啊这是不是很妙啊？嘿，真好玩。那它身体另一边难道就不长眼睛啦？当然没有啦，只有在它刚孵化出来的时候还是两边都长有眼睛，可是等长到1公分左右，它的眼睛就会慢慢的移向一边，成了如今这个模样啦。两个眼睛一边长，那游泳怎么游呢？当然是凭借着海底游啦，因为啊它是一种底栖鱼类，这种游法是最适合它啦。
刘姐姐啊，比目鱼是有那么一点点怪，不过还是怪的不够彻底哦。如果啊你再讲一种怪鱼，我就心服又口服，不再啰嗦啦。好哦，是你说的哦，说话可要算话哦。那我就再讲另外一种怪鱼海马给你认识认识吧。刘姐姐你少哄我了，这是海马，是海里头的马耶，怎么会是鱼呢？说你外行你还真外行呢。海马外形虽然像马，其实啊不折不扣的是条鱼哦。它们生活在浅海，很喜欢用尾巴把自己卷在珊瑚上，想活动时就用背上的那个扇状的背鳍轻轻地摆动摆动，就能够来去自如，像条鱼一样的游着哦。游姿是有点奇怪，不过我觉得它们实在是不像鱼。刘姐姐啊，你不是在骗我吧？你呀可别不服输哦。好嘛好嘛，那这样好啦，你就叫海马来一个倒立动作，我就算认输啦。还喷火圈呢，我啊不想理你了。哦，你生气咯。刘姐姐啊，我是开玩笑的嘛。你呀没救了，我不理你了。我啊要跟小朋友们说再见咯。小朋友，今天我们认识的这些海水鱼都很奇怪吧？其实啊，大海里头还有更多更奇怪的鱼儿等着我们去认识呢。这些啊，我们也只好以后再为小朋友们慢慢的介绍啦。好啦，讲到这里，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咯。小朋友，别忘了下周是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儿童天地》哦。再见，再见。